你要紧吗？我脚疼。竟然没下落去。丽妃，算你好运，不过我袂这么简单就放你耍。是的啊，互恁大家烦恼啊。哎呦，三百银呐呢？啊，你也不是跳过又要受伤的，是咧为什么失恋啊？姐，阿万姨，是我无把玉飞照顾好势，是咧。无你代志啊！我先烦恼讲哦，几几工就要办婚礼啊呢？啊这，这卡那是无好是安那？啊，用官呀降地毯哦。哎呦，因两个人都伫咧捂住啊，搁讲这要互因操烦的。放心啦，我会把玉飞照顾好。爸爸。来，我用了。啊，来，让我见。天佑，雨飞，你哪会在这？雨飞，你受伤了呢？今仔日透早看你阁好好，是安怎受伤啊？看起来足严重。哎，你真正是来关心阮二姐，还是来关心继续见面？恁敢是？搁为着透早的代志在生气，歹势啦！我今仔日就是专工为着某某的代志才会去牧场啊。结果煞我听到某某过身的消息，我当场受了许大的打击吧，不再失去理智。受了打击的人不是干你一个啊！阮二姐为着要救某某，规暗拢无睏，搁爱互你抹好指控，你哪会无失控？你食一顿粗饱的，这叫做人品歹好。我是白人呢，我相信哦，雨飞一定袂跟我计较的，对不？今摆在遐跟你破病，哎，别个讲啊，快带我行起来。天佑，雨飞，恁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就我跟雨飞拍婚纱，不是你拄着一件意外。拍婚纱出意外，嘿，唔着就拍这衰。明明结婚就是喜事。你阁说拄着蒙蒙死去，雨飞阁受伤，这敢咪是恁哦？八字未合，恁敢有去拜过八字啊？若是八字小客哦，是唔通硬要结婚的呢？啊，若无哦，这害恁的婚姻哦，坎坎坷坷，受着纠缠哦。方云云，阮蒙唔买，咱得到你的祝福，啊，不过请你莫看衰我甲天佑的婚姻。蒙蒙是因为破病才会死去。阮拍婚纱是无说伊才会拄着意外，甲啥物八字相克一点仔关系拢无。敢只是意外，啊是有人哦超过伊要了乱恁拍婚纱。雨飞，你的性格遮尔啊歹，应该伫外口甲袂少人计玩笑吼，啊万无哪有人会安尼针对你啊？敢咪是你迄个前男友阿强伫咧侠院报复，你敢会敢有猜好你？方云云，你真愈讲愈超过咧。就是讲咩，你莫老是讲你口气好，话就会当安尼三日后别讲。阮二姐人缘真好，无可能伫外口甲人结冤仇。即摆万多阮二姐甲阮天哥结婚的人干那你，所以是毋是你走去现场乱，害阮二姐受伤的啊？哎，你是伫后别讲啥？无怪张子婷拢叫你白目小弟，你讲话真正拢三日后别讲的呢，无证无据就想要指控我伤害，无你是欠人个哦。你遐爱泼湖水，我煞袂愿泼转去。无唔对，要告就做你去告。你要告我害死茫茫是无？你甲款提袂出证据。即马是我无爱甲你计较，安尼无代表你会当糟蹋我，糟蹋我的亲人。啊，我真正是好心好累子。我只不过是拄仔好经过遮来甲恁关心一下尔，结果咧煞互恁当作是出气包，袂输你受伤是我害甲款。方云云。那是你今仔来，不是真心要关心雨飞，是要看老赖怕哪凉的。门口底下，请你即摆离开啊！高天佑，你赶我走！我拄则讲的是倒一句话唔对。你讲林雨飞本来就门不当户不对，我只是惊你袂幸福。毕竟婚姻唔是儿戏啊，嘛唔是靠爱等的孤孤等等的，所以我才会提醒你爱注意。你哪会当误会我的好意？你是啥物好意哦？我唔管，但是请你放心，我甲雨飞，我甲伊的婚姻，一世人拢会孤孤单单、白头偕老，绝对袂让你看笑。
好，因为茫茫死去，我知影大家心情拢无好，一人兼讲一句，吼。多谢阿伯阿母，会用体谅我这个病人啦。我嘛希望天佑啊，搁雨飞哦，会用像恁安尼这么啊有智慧，莫对我的心肝这么啊亲。白人就会当安尼机关枪哦，袂断，无人食你一套啦。哎呀，好啦好啦，啊伊家己讲话要安尼来检验吼，迄是伊家己无留口德，袂去伤着咱的啦，咱就莫甲伊计较哈。目标是那个提拐仔的查某囡仔。李宇飞，你得继续笑啊！我保证你等下就笑不出来。我拄才就讲我开车就好啊，你伫门口靠等，你硬要陪我。你安尼，我要跟妈告状，讲你无好好休困，无好好照顾家己脚。这个关啊，我搁提袂惯势，我互我练习一下嘛。练习。好啦，无你行内底安尼较安全。袂呢，你即马是孕妇呢，你唔来照顾你家己，搁来照顾你巴肚内底小宝贝，你的安全比我的搁较重要。行啦，我保护你。我搁有这个关啊，会当当作是武器。细你啦，你看，你爱耍。跟我们家人啊，我囡仔是，囡仔是是做小妹的专利，阿宝用小妹就是做大姐的专利。讲啥？等我姐。你们这里。大概拢叫你好话，后盖我才找机会对付你。哎，啊！你朋友内产，你免遐关心者啊。天桃姐，雨飞，啊，恁敢有代志？因为李进龙无代志，谢小海保护李进龙平安无代志。好佳哉，因为透早以外我袂放心啦，所以我乖乖接你，带好下当，互你做肉店。若无你这受伤，我怕我袂尽力啊，想着哦，一定变重伤的。你有安怎无？我无代志啦，啊，不过我心脏差点停去。大家拢无代志就好啊。啊，是讲小海你哪伫遮？就我头拄啊，甲你隔开，就先离开，害你遐仔许血结跌着受伤。我着甲我大家讲，以后毋管安怎，我拢爱陪伫你个身躯边，甲你保护。多谢你，搁叫我甲囡仔一届。搁讲无代志。
拄只你这受伤的脚一定有摔着啦。哎呀啦，那是愈来愈严重，是要安怎？啊，那就要问伊啊。方云云，你来伊家。好姐夫，伊唔呐只是出现伫遮尔，拄只迄个骑摩托车嘛是伊的好朋友呢。是你叫人来弄雨飞的？钢琴家是你做的？什么人是我叫的？我身躯边的朋友拢是开进口车的呢。恁讲迄什么骑摩托车，我一个拢无识识啦。那安尼，我拄只哪会听到你在骂什么？又搁失败啊！阮二姐哪会遐好运？我耳仔真赖啦，免想要硬拗。哦，又搁失败，代表是第一届失败，第二届失败有两届呢。所以拍婚纱迄件代志嘛是你做的，你是安怎一直跳过去要伤害雨飞啊？哎、欸，明明就是迄个李白不听唔对，哪会这样呢侮辱我？哎、欸，恁朋友怎找你呢？哦，对，无啊。这两届拢是你做的，对吧？是不是你做的？你家己心里知知。拄才迄个骑车的人想要甲我弄，连我有姓的大姊嘛受着牵连啊。我家己受伤无大碍，啊，不过若是有啥物人想要威胁到我的亲人，我绝对袂这么简单地放伊煞。我要报警，交予警察来处理。哇，功夫妹妹即卖战斗力破表咧！方云云小姐，既然讲唔是你做的，那安尼法院一定予你一个清白，咱就报警。交予警方去处理，去调查就好啊。凊彩你啦，规日你要做啥，我也管袂着啊。啊，甲人呛煞就想要走。哦，木白，我木高你完了啦。木白，哎呦，你太狠太狠啦！哎，看来今天就想要绕跑嘞。方玉，你别走啊！哎，好完啦。哦，那有啊，你干嘛弄啊？哈？无啦，啊，不过叫人甲你弄呢。我来吐回来啦！即摆看起来就无啥正常啊，家摇回来只是一直弯尔。我看甲伊吵吼，嘛吵袂出啥物结果，直接报警好。系啊，迄个查某囡仔看起来头壳无啥正常啦，加一事不如减一事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雨飞，我真正要报警。高天佑。代志就已经安尼啊呢，今仔日若不是你甲小海，我甲雨飞可能一个落体，一个受重伤呢，佮毋免报警。嘿啦，歹人也是爱交警察处理才好啦。